心，大家去看迄个所在。啊，等下来找新人讲话，啊，等下我来找新人泡茶，啊，等下我来找新人创啥？啊，中岛华大哥这人在讲话，很无聊吗？也不爱听。所以建议，那你有兴趣想要做这个，对我比较好。对人他们东西会同修前辈，那你长辈不行。有一个交代，以后就讲，啊，甲你是袂，我后日来，我有一个副招，我后日来，我要到这里收台，我讲你嘛，你，这个卡里，恁姐你讲嘛，遐是代表计算台，这个是，啊，用平均啊，阿先生，阿姐，人每一日拜拜，讲去，你要调理身躯，阿姐，你讲，你有性能哦，你提前个两分钟先。我妈伊咧讲超甜咧，啊！你以后我有所在，我去啊，我食素食了。伊讲无哦，我还没按离婚啊，啊！伊生一个囝，哎，不管这囝要饲我唔饲我唔知影，我后面来要，我对我嘛唔知影。伊讲啊，你以后已经有一个叫我中心你啊，我很甜。哦，所以今日你坚持的是这代志，就是啊。他们行过所有你的女儿，甚至玉山，甚至所有你看到的事情，咱有一个用我们家己的厝，可以有一个真正，唔免烦恼，唔免恐怖，哦，唔免无聊，下一个观念，搁有一个足尊贵、足迄个尊重的家教。所以我对老人，这部分来讲，那你提到一个，就是，哦。长辈的这个尊敬、尊重，和长辈家老人有一个尊严，唔忘记长辈甲老人关呐，老辈，老人鸟，那老人会不理人嘛？老辈，天是过天，到底平常是啥玩意嘛？所以我讲，你们先别老辈，长辈那就见过了，所以年纪一些长辈嘛，哈，不管怎样，哈，好，所以。一无所有，那就形成一心的形式健康。到未来观点放下，对旧心的意念一点心到什么？这个最小心，第一社会啊，最小心更核心嘛。心是心意，往复在这个方法。心是心意，你讲你这个意念意的道理，你要行过，心是行过，哦，心就是行过嘛。哦，乘车乘车，心得行过，你这个意。你就是一楼，爱二楼，爱三楼，爱四楼，爱五楼。比如讲，五楼是分，哦，四楼是菩萨，三楼是一智慧，二楼是阿罗汉，一楼是众生，安尼来分的。你即马生，你爬去到第几楼？我应该咱听有啦吼，所以咱爬去，而且咱听有法，无法越众生，咱是。最起码咱一定行啦，行是即即先，哦，依法行持，依法行持，这就是台湾的中心。哦，所以咧，第二就是这边，咱即落要变实行哦。心是已经不再靠心，就唔是国个啦，唔是单靠小钱啦。哦，你说自修无无无呀？你家己爱去自修啦。你问我无路用啦，你若唔做，你问我即个无路用啦。所以呢，伊才讲过，哦，一切时中自心自如，一切时中，一切时中叫弥勒时中啦。无路用，迄、那个弥勒，就是讲你修道，你是迄个叫做你上。你是上茶，这个茶叫不断，叫不断。你讲你是时中，哦，一切时中叫做上，就是我无经过嘞，我无海苔，哦，我平常二六时中，我的心拢在内面底，自性自性自如，咱的自性就是。一切
是始终，咱就是呐，咱就为伊而，咱这心就是永远就是保不掉的，哦，所以咱想讲，我一切始终会变的，我，我呐我呐，我藏心哈，我等心啊，你藏我心哈。我长远心了，长远心。我天，这很无限量。我长远。我长心了，就是讲，我这只车开了，啊，发起了，我啊叫名啊无钱，这叫做长心。我这只车发起了后，驶入去到迄个五号，这车就变点名，这车变点名，啊，就转转转转转，刷刷啊，发起，变成变点。啊，我比如来讲。我常心就一修完的人，这个心思想爱有德，这个心思想爱有德，身体有德。哦，常发心就是啥？修为是啥嘛？来修修来休息。我得爱讲，我得讲，我得讲，我得来休息。啊，得爱讲的那个讲，叫常发心嘛。哦，所以我妈常心叫常发心。不等心啦，哦，不等心，不等等。我奶奶告诉我，不行，你跟我做那边，你爱小他姐，应该是爱小他姐啊，不是不行那些，但是呢，这样干不到，那不行那些。所以我希望把你爱小的跟我做到，我的爱小的跟我做到，你们基本上少林变了数，他们几年变了数，恭喜恭喜班呐，我阿弟的好厉害，恭喜班。啊，所以呢，过来说不行，不好，那不行这东西。大家清净哈，大家然后讲心了哈，所以这方面呢，说解析中了哈，常发心，诸心诸入，雄内向，啊，吉数，雄数吉祥，雄的地小，以前呢，用的数，是他们造的人，对立，国家里面对立起来，那么不是搞地理是哈，吉。进进一个进进进掉进进进一个开始一个小，立马进一进完开始一个进进开始一个小，小进开始一个进进也开始一个小，小嘛就开始一个不理，不理会，进也开始，啊，接触就是用小理的打造回一个新规，对吧？无数。这个好事，好气好事啦！江苏地震，人间这个两座凳，甲一凳了后，伊反正离了后，伊就离开，包括咱两座归个凳，所以叫做江苏地震。当然，苏这世界，所以咱这个贡献，这理想，对咱的时阵啦，这个两座归个，也是一个真正吼。就是这个，也是一个，这个备注嘛吼，啊，一定吼是个难搞，啊，这个是，有环境，一些地小啊，那当下或者什么，啊，所以啊，一些所在，啊，啊，和谐所在，啊，那大家好说嘛吼，不想远离嘛吼，啊，不想一年休都想爱干嘛。不是像咱像这样的情况啊，哈，一花就起的哈。所以讲，无法改变咱的生意，咱爱无法改变，你爱怎样行？但是咱爱怎样去理解这个东西，就是要去清楚这个行。一花坚持这个事情，但是你爱行过，你爱行过这个事情。但是你爱一花坚持，因为这意思讲，你家己有着，你家己有决心，你家己想。按照这个规律就是这个规则，这个是真的这个方法。啊无，这个是要放松。你要说个话题，那你肯定先放松，放松无关，放松无关的。所以不用你别动你的这个心，这个你的魔鬼感应，我话你啦，动作好理解，动作好理解，不别个人造化，还就是。所以要叫来摸一下心境嘛，心境变好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后天。
在乎钱。